骨头要恢复到正常的话，就是它痊愈大概要花1年或2年的时间。OK，这个骨头大部分我们在不管是哪个部位的骨折，大部分至少都要3个月的时间，它就会愈合。那也就是说，像这个患者，他其实2个月以后，他基本上已经不太疼痛了，他已经愈合的差不多了。 那你说要怎么确认他有没有愈合？其实照X光就看得到，只是说因为他在骨折的当下没有那么照到 X 光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比较说，两个月后跟他听到患病的跟医生的那个当下，那个两张 X 光我们没有办法做比较。那但是呢，以后续的这个 X 光照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也就是说他是不需要做进行这个手术治疗，这个是。 目前的一个治疗指引，除非说他是持续疼痛，或者是说他这个骨头看起来，就愈合的不是那么好，那这个我们才会建议他去做外科的手术治疗。所以大概时间的话，大概是3个月啊。大概压迫性骨折的话，大概3个月他就会自己恢复。好，谢谢。